永别大林威，也请到家子准备，人心准备。站在台中，请起立，来政府请起立。电视高，十位中华民国岁数庚子年八月二十日，龙时吉日，平平开张，吉日家庭万事大吉祥。为国万夫尽忠尽心，红星告别对书加电力，仪式开始，走成功。请大众双手合十，我们面向中间的走道，走到里修，阿弥陀佛，永嘉法师里修，永嘉慈悲法师修弥应得，向法师鞠躬。来，我们请大众一起转向灵前，功德回向。
为何放而去？在家己进来时段，也未随着自己负责吃饮，但离开了到其实苦边，由着全体不分家眷，由孝孝男查某囝，人情对事拜别，上香一拜。富贵定如来，献花请拜，再献四公，恭迎各位敬弥陀拜。献上三杯香茗，初点香茗。祝福父亲早日功成成功，拜！再点香茗，举杯再拜！三点香茗，拜！再次感谢父亲，伊将伊一生最晚，拢为咱这个家庭再次的付出无私贡献。但是这边来许多人，伊从来唔冒一句怨气，伊为着的是要予伊家疼爱事实。大家在生活面顶会当过得好，在这个社会上会当甲人有所来批评。阮最敬爱的爸爸。你对阮的好，你对阮的爱，阮拢有收到啊！也请你莫有任何挂碍，随着工作收成，全体家己在无你的日子，大家一定更加坚强，认真打拼，请你放心。保阮家眷，踮在面前，向父亲献感恩的祈求。所以晚会在此来，希望平安正常先生，属于着伊满家父帮来做亲真情，有只共言共辈，属于兄弟姊妹，也是孝男查某囝的阿爸阿母、阿叔阿婶、阿哥姑丈，来咱这长辈，甲你做邀请，请你用情。在共因平辈满家父帮来做亲真情，共因共辈兄弟姊妹、孝男查某囝的阿爸阿母、阿叔阿婶、阿哥姑丈来请敬神祭拜。
站在大家面前，人情对事世代，上进个人，尽忠尽职，再见之明，保庇大家，蓝天白虎，绿岸青松，上求车拜，再拜，三拜，敬敬。来，所有长辈，咱上香，传来头前，交予你烧，然后请大家点在王位，咱双手合掌，双手起合十。前方两位作为代表，请向前一步，往前一步，初定香明，一定诸顺长生。预备，请拜，拢做伙拜祭。在天灵，二家真师再拜。三殿香灵，三观一体拜。在此请着咱个人真诚心声，有情有义兄弟姊妹，向着个人行拜别的致敬礼，请吉祥。来，拢换过来，正手并者，人好管达礼，少男大豪阔所打理。好，来转向左手边，少女嘉玲嘉慧阔所打理。好，来感谢所有长辈辛苦你啦，伊也真多。再者来，要来邀请咱的外地亲戚参加祭拜，也是咱正常先生为属于着伊太太一边后头外地，共个拜拜，遮个兄弟姊妹。好男查某囝的无旧啊，无今无伊一张，来请你来向前。对事调频，上进个人，尽诚老实些，在天之灵，保庇大家，身体健康，寿元十八年，请拜，再拜，三拜，十九。全体合十，上手合掌，前方两位作为代表，献上三杯香茗，初香茗，别个四恭喜，请拜，再香茗，莲花朵朵开，三香茗。花开露宿叶，夜夜见如来。再向高人献拜别礼，最敬礼，请吉祥。人好管达礼，少男叩首。来，少女叩首达礼。来，感谢长辈何为伊阿姐。少男少女，请起立，站起来。再次来，要来邀请在现场咱遮属于晚辈的所谓后弟后孙，也是在场孙仔，称呼着咱正常先生这位长辈，叫阿伯、叫阿叔、叫姑丈、叫阿姑、叫姨丈的，包括称呼个人叫伯公、叫叔公、叫舅公、叫舅公的，向前祭拜，上香。用上晚辈孝敬后孙，人情地事祭拜，上尊敬爱长辈在天之灵，保庇大家行好路，做好工，积福报，
人人拢会当有智慧前途。后尊向点拜，上求拜，再拜，三拜，十九。请归，请归下来，献上香茗，一念定身行，请拜，再行茗，福在天，再拜，三行茗，富贵万万年。拜，向着长辈行叩首礼，叩首，再叩首，三叩首，来，请你们起立，站向右手边，南管大礼鞠躬。六观大悲鞠躬，请听。虽报告这门在现场，到甲咱正常先生有亲戚关系，好，但是属于确实的无礼貌，无甲你邀请到，也是咱是因为时间路途的关系，有咱办到阿伯这排亲戚，好甲你做邀请来敬敬这排。你最心爱太太，你上天会爱妻，望你在天之灵，都一定保庇这事实。在年以后，继续好好啊照顾妈妈，又孝敬你的母亲，也爱保庇在场十二亲友，所谓贵宾，大家一年好，两年好，日日招财又吉报，树叶清香。向着最心爱红赛，莫负余生，认为行拜地的，请拜，再拜，三拜，十九，再向最心爱红赛行拜地的，鞠躬。
小姐起立。好，来跟妈妈看看一样绣粉哈，感谢老师。亲爱的各位，无论正常先生家庭地形，早成功。来，那请少男少女，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而且要来到歹势，麻烦会场内底面，咱只亲情部分，互咱换会场外口面坐所在休困，啊，咱从内底一位如何要来参加着公祭念经，互咱只内面静坐，感谢恁。现在仪式开始，走行啦。贵州代表地下室首先邀请到咱保利镇长廖志成廖镇长来带领贵州浩冠代表地下室。来，浩南一路贵宾，啊，咱来听一个感恩的大礼，叫你。啊，咱今日上辛苦，咱用心的感谢咱公司的师弟吼，啊，咱马新立副处，咱张镇长处理吼，还有就咱黄文伟代表吼。代表着咱黄副领导关系，有咱何叔的特助吼，咱地方庙董事会有咱王董事长所率领吼，以及有咱啊，那个姜妈祖庙董事会吼，有咱邱相干吼啊所率领啊，以及啊有咱陈新义何叔吼，啊黄秘书吼，啊姐姐有咱万富啊，再长辈贵宾时代亲情好朋友，啊咱来何叔边大家老早大家平安。今仔日晚会，拢甲各位同款，抱着非常的勇敢，啊，甲依依不舍的心情，为着来送咱员工正常先生人生的最后一程，也要来感恩着伊过去对着这个家庭的付出，也甲贡献吼。啊，人生伫个60岁就来结束着伊的一切吼，或者是一华家属感觉不舍、不甘、不怨吼。啊，咱正常呀，在伫早期吼，学生时代吼，啊，伫老师的心目中，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模范生吼。啊，在伫伊的这个长辈心目中，伊是一个真正啊，捌代志真正优秀。在伫伊的同窗甲伊的朋友心目中，伊是一个见义勇为吼，啊，打抱不平吼，会使讲是一个非常忠贞义气的人吼。也会使讲，啊，不管伫工业事业，啊，包括伫早期时啊透早吼，包括去咱地母庙啦，去咱的寺庙吼，啊，来咧啊担任着即个义工、志工的工作，会使讲是真好的人吼。所以讲，伫60岁就来结束着伊的人生，或者来友好的家属，感觉不舍、不甘、不怨吼。今仔日友好的家属选择中时节日，要来为咱正常啊举办告别式。感谢大家在上班时间透早百忙之中，拨出宝贵的时间，亲临念香祭拜，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因是咱正常啊，过往迄时间开始吼，啊，但是自从这段时间吼，啊，我来遮几啊届，看到不管是透早啊，是讲安尼真暗吼，啊，拢有真侪正常啊，即个即亲戚朋友吼，啊，直接来陪伊吼，所以讲感觉互相无限的即个爱意吼。但是在伫不平时的这个同时，咱幼儿家属有领受到大家亲情所赠送的鲜花、欢笑、欢脸吼，啊，甲咱的这个点头，使幼儿家属感受到无限的爱意。致上一只，再一次率领所有的浩冠院长向咱的长辈以及贵宾来行一个深深的答谢礼，敬礼。在伫。特别是现场的同事，啊，对着咱远道而来，咱遮的长辈以及贵宾，因为咱的浩冠有大孝在心，假使讲若接待不周的话，才会当多多来甲咱体谅。等一下，特别是进行完毕了，咱幼儿家属有准备着咱的喜宴的餐盒，但免客气，才来甲咱方便使用。咱正常啊，在生时阵，会使讲是一个做人非常的忠贞、硬气、高信用、重义气、好斗阵的人。伊一生
为着这个家庭努力辛苦打拼吼，伫社会公益事业吼，啊，非常的啊，这个尽心吼，会使看成讲今仔个当今社会模范父亲。虽然伊向人来离开咱，来带予咱有感，啊，较伤心，但是伊慈祥的笑容，会永远永远留予咱无限的追思，啊，较怀念。至少相信，王者在天之灵一定会庇佑着今仔日咱所有亲人、良乡、祭拜，咱遮个长辈、贵宾、世代亲戚、好朋友，啊，咱个好厝边，大家当阖家平安。啊，嘛感谢着咱五福宫吼，有咱啊刘进伟吼，啊，咱个宗主以及咱发信团个代表吼，啊，咱所有友好个家属啊，向咱个长辈以及贵宾来行一个感恩个大礼，敬礼，请服位。哦，感谢。各位人民，首先邀请保利电工所工人，并且着咱店长廖志祥廖店长来致礼致礼，请主店家、陪店家一位上香。莲花一碗马文君，红纸香真滴，敬辉。在中国里，经常是在经济顶里提供例行教授答辩。好，感谢廖经理今年第一代表贵州地下室来鼓励教授，非常感谢。各位人民，立法委员马文君服务处工人，并请到张建祥张助理担任主任，上香。南投冠义会会长黄义全，以及咱地名代表郑明奇服务处乡镇的郑辉。有请罗世元罗专助担任主编，上香。南投管理员陈义军红旗乡镇的建辉，请各位弟兄大兄大妹。是公丁，请着咱王主任担任主编，上香。玻璃店员代表会请准备，请回。主持人家指挥上香，保护宫天地堂地主庙请准备指挥，请各位立誓大师大妹。并且当署长王云腾王董事长来担任主编，主编者陪店者九位，上香。财团法人埔里镇恒吉宫请准备，请回。恒吉宫宫殿，并且着咱上有干事就好印先生担任主殿，请主殿加一位，贵殿加一位，
心坛请准备。信坛公廷，并且陈玉林先生担任主席，主席加一位，会长加一位。小丢，台中法人坛，请准备。是单立主题，加主题加几位，会点加几位。小丢，狐狸五福宫，请准备。加几位，会点加几位。小丢，金华店，请准备。徐春明、徐公主来担任主持，主持加几位，会点加几位。小张，南投县政府以及国民党福利厅总部联合公司请准备，请回。公领，并且东部主任担任主任，小丢，来宾亲友自由联想，请准备，点灰，小丢，你是大神大神。
在场站的电话来宾是报告在议事室后，要来邀请在现场为上一票多年来宾出面头尾的好朋友，和咱在座啊加些工作你无参加到，也是要在厝内进行研究事业来宾，但即马邀请大家向前，也在研究完毕并爱个人正常形式，各位医生也要来缓缓地行，感谢大家。请来宾点酒。
转归，请你分配归零。在即马，请你阿兄要来为你奉顶，保庇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时吉日，替你开奖，出去奉顶，万事大吉祥。手拿金箔来奉顶，子孙代代出好顶。有哦。一点零，子孙长生，大同解厄，子孙代代受福禄，有无？有。一点零，一家亲事，人方便定会，子孙代代化解会，有无？有。三点零，三万吉利，四方吉祥金，子孙代代赚万金，有无？有。四点零，四代同堂，八方邻居岁，子孙帮忙都富贵，有无？有。五点，子孙零，中央无寄托，子孙代代寿元如何做？有无？有。奉灵奉万币，将金箔担落福禄地，子孙代代发财又百里，应有无？有。来两旁家具，我们来跪下奉灵官，请叩首。来阿伯，请起身阿伯起来。来都起立哦，来都起立哦。来，站好。子孙恁家里，子孙受完吃百里，一五五，来走囝。子孙恁扛得到，子孙本金赚不到，一五五。刚好我们双手都数。老爸讲，我今好辛苦你。我这要出发，害怕停。两位，两位，好，再休息，来，再打开。来，雨伞收起来。请你们烦恼，你会代替爸爸家照顾。
阿伯讲的，看看孙啊，大家拢是好子孙哦。好，大哥何时完满啦？哈，大嫂您放心哈。来，再见。来，一样，跟着走。亲戚朋友长辈时代破格来送到咱这场新生最后一程，而且这一次为了全体为主加冠，向大家做最爱答谢，感谢大家放手安尼的心意。阿伯，头前这代表甲看者，好来都站起来了，拢背起来，背起来。咱若无要做伙送到火化场的，送到这都会使。感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好来向后转，来我们从车子右手边这边。来，谢谢我们啊！来，那你们人先上车。来，先上车，里面的位置。来，你等一下。好，上好吧，等好吧。爸爸停车哦，爸爸停车。来，看爸爸停车。爸爸停车。江，铁王叫停车。啊，上车。到了。
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烧烧，会起你甲陪，吃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搁有机会。相爱的人，想起你的形影，暗淡的月，有你做阵行。相爱的人，不知你敢也有在听，搁再一摆，大声叫你的名。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烧烧，会起你甲陪，吃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搁有机会。相爱的人，无啥听你心肝，未来的路袂当做阵行。相爱的人，不知你敢也有在听，这是最后一摆，大声叫你的名。出声，请你莫挂念，安心做你行。送你送到这，离别的歌唱袂煞，体验人生的酸甜苦涩，我勇敢家己担。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搁有机会。
班。好，再上班。Gracias.
沉默安静的对话，我逃。